这两天一直有人说我是湖南省的省花、啊、别人说这个话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说这个话的话估计会被人骂死。这不哭了行吗？咱、别抱他了，那都臭了，下楼埋汰去行吗？他真臭了。哎呦我的妈，真臭假的。真香啊。你别笑，太香了。哎呀妈给你细听啊。Mm-hmm.